尊敬的战友们好啊！今天是10月15号，你现在每个人都担心你摄像哥是否还活着啊？是摄像哥还活着啊，都挺好。现在防空，我的意思，我一般你跑什昨天在这块儿举行了这个3剑客的我们的这个6个小时的直播啊，然后昨天我是凌晨2点多起来，在国内的几个战友从头看到晚，然后都在问我七哥，你那6个小时就不上洗手间啊？这个小 Sara 去了3次，菲菲去了2次，如水去了1次，七哥不但6小时没去，断完直播我们还有很多活动呢哈，也没去啊。这个不是七哥肾好，是七哥的脑子这块控制力好啊。这个不是好事啊，但是太兴奋了，看到战友啊多亲呐，是吧？然后昨天晚上咱那个姐妹儿，这个说这个是这个所谓20大啊会议的一些事情啊，说七哥你报一报吧，准确。我不报，我不想当一个所谓媒体上的预测员，所谓的明天就会知道可以确定的事情。对谁也没任何帮助的信息，咱没有兴趣，是吧？我也不想当，所以呢，这个昨天聊了聊20大，我说我等到星期天直播的时候，我再聊聊我对20大的感受啊。我现在不想乱聊啊，昨天多浪漫呐啊，三位美女，是吧？你看这个，这是一个完全的巴库拉的灯啊。这家伙是他最早的一批的灯，这是巴库拉的独有的特质，老了钱了现在这个东西，这可以在中国买一套大房子了啊！哇塞，对了，大家看看这花，漂亮不？昨天摄像小哥你，这是摄像小哥去买花，昨天三美女来了，我一看，这是他买的花，玫瑰花，我一看这么小啊！你说这摄像小哥还是年轻？你说你买怎么得买这么大吧，是吧？你买这么小，没谈过恋爱，一看就没谈过恋爱。就这你还求婚去了？你求啥婚呢？人家一大巴掌给你呼回来了，还年轻啊，这得多大一个花啊，是吧？我拿着这个，所以说兄弟姐妹们，昨天这个聚会当中呢，国内的战友的反应啊，绝大多数的反应就是。看到了战友当中的素质，啊，看到战友的这种真实和朴实，啊，哎，包括看到了战友，看到了战友们对整个咱们爆料革命的新的认知啊，新的认知，啊，大家记住，不要拿着佛祖菩萨的标准去衡量别人，然后拿着屠夫啊。这个西门庆的这个标准来要求来满足自己，别这样啊！这个我觉得中国人里边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人嘴里边吐不出象牙出来，啊，就是怎么就永远是批评别人，别那样，兄弟姐妹们，要看到人家的好处，你不要是对别人要求都要佛祖菩萨，对自己要求啊都是潘金莲、西门庆啊，还都是无辜的，是不是？还都是武大郎，是吧？啊，不能怪人家武大郎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个20大开，我真是老高兴了。我就怕他开不成，啊，他们开老好了。然后你看到香港就为了保20大，啊，香港市场砸了多少钱？砸了200亿 dollar。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疯狂的吗？200亿美元 dollar。过去的一年，全中国都在准备着所谓20大。上海清零，深圳清零，全国清零，然后现在整了将近2000多个王八蛋，所谓的人假的被绑架的人大代表到北京去要领悟，啊，领悟啊，两个绝对，啊，你说你当了14亿人的代表，你现在才领悟啊，你才领悟啊。啊！你现在才去领悟，你说这是什么王八蛋东西啊？故弄玄虚，啊，装神弄鬼，啊，
视人民如猪狗，对吧？你这什么东西了？你说，啊，然后呢？香港200亿，我昨天晚上听了，我这真是头皮都麻了，啊！我说真的吗？他说最起码护盘量，我200亿美元，你们还护到16000多点？他说17000当时要守住，守不住了，那没办法呀。上海啊，仅仅上海，说上海当时给茅台，说茅台不能跌破1800。啊，结果跌破了1700，啊，然后国内这块最起码啊，最起码维稳10000亿，啊，转来转去，也就是上海的3000股，现在也就是最多最多也就1500点，你说这有多危险，兄弟姐妹们，多危险，啊！所以说这昨天我就在这个6个小时的直播后，跟战友们这个聊完这个天儿。我说这个共产党这个邪恶到什么程度了啊，就是能把这个全世界的经济绑架，全世界的安全和健康绑架，然后呢是如此之造假啊，而且能造到就是让全世界你还得服，是吧？我造假咋了？你还得服，哎，人民吧，很多人还信啊。然后呢，昨天晚上一位咱们哥们说，最近共产党有一个计划，对灭暴小组的啊，加大挑拨离间咱们过去老椅子的战友，就 GTV 的，他们担心 GTV 那些老椅子的钱呢再继续买洗币买 G Club， 所以他们说要，他们已经找了大概20个左右啊，要出来啊，要这个检举揭发，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啊，要就是诋毁我们啊，想尽一切办法挑拨那些不坚定的人远离爆料革命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求求你了，共产党，你赶快帮助我们多找几个出来。那不坚定的，你赶快啊，都请回到你们不坚定的人啊，都跟着你们去混去吧，啊，去搞喝汤喝酸去吧，啊，去打你们的疫苗去吧。太好了，是吧？我觉得咱们战友们看到最近又有出来砸爆料革命的，所谓的已经醒悟的，还有跟着共产党要搞觉悟的，就让他去吧，去吧啊！共产党的金山上啊，闪闪发光，都是金砖，去吧啊！人还有水晶棺材呢，是吧，天安门啊？然后呢，说这个现在啊，共产党内部这次2次在会前，是否啊将海外的反华势力？你会看到最后的总结啊，几天开完会，海外的反华势力严防颜色革命啊，颜色革命啊，也就是所谓的茉莉花呀，什么这花那花的革命啊，说的就是咱，本来要把咱给列上啊，结果就是不能列，列了以后就让西方更加就扶持我们这个势力了啊，所以就改成叫严防啊，高度重视啊！现在世界上对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动的颜色革命啊，海外反华势力啊，说的就是咱，是吧？记住，我们就是灭共，我们是最最最爱华的，我们是爱华灭共，保华灭贼，爱家灭道。这叫新中国联邦啊！说实在话，我都听的这帮人啊，都是这些猪脑的，我都懒得搭理他们啊。你走着看，是吧？到明年6、7月份疫苗灾难开始的时候，共产党，你还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？你再看看美国接下来对你的银行制裁、金融大战、货币大战、香港金融制裁，你们的共产党的家族的海外财富的调查，以及一系列的灭共法案，啊，接下来你就这个2周内，你就在你，我让你会绝对感受到不一样啊！我就坐在这儿，啊，我就让你感受到啊，如台风般的、飓风般的啊灭共的力量向你中南坑刮去，啊，你撑住你那个雨伞啊，两个觉悟啊，两个醒悟啊，是吧？撑住你的伞。命天智伯在佛吧，时间到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咋都不佛了。